句话，我那个意识到就好啊。老师主要就是象征，主要是象征啊，并不做过多的那个过多描绘，它反而降气。不会不会，不用担心，反正这都是。哇，这下好了。如果这个字能够写好，我就太厉害了。有没有？现在在往长形的去设计，难度很大。很瘦，对，要腰身。哎，不错。没失败，没失败，但兔子需要再拉长一点哈、哦。停是要停下去，写上面就好了吧，简单嘛。兔年。那如果改成四个字这样写，分一个字放一个字。嗯，我把兔子拉长，反正这个创意不能破坏。草是不是要？对啊，没有，就一半，一人一半就好。好，再试试看，人眼的。Okay. 这样比较好，至少快占一半。桥没有变小，往上涨。对啊，我只要有，哇，这个腰身。你把它拉这么长，对，那比较好吧，比刚才张好一点，拿来比比，拿来比比看。也可以的，就是兔子小了一点。东东来张比较好。我是觉得还是新画的那个，比较有兔子。各有优缺。这下面有点太满。这里太满、嗯，就是再收一点。嗯。我尽力。这是一个难题。这学校一直变成纳米级。纳米级的，我尽力啊，挺好的。再一次，好。
太重吗？嗯。这样。这个有点难度，拉远算了。空间还是有够。好窄啊！会出事。好窄啊！不会不会。不会。要有正念。还是会出事。不会，这个都短一点，就跟这个一样，就空间狭窄，对，就会这样，嗯，空间就出来了。OK， 谢谢你们，帮了大忙。深呼吸，老师要一笔，我看我们要好几笔，有收紧一点了吧？嗯，东东，有收紧一点了吗？有。差很多了，嗯，紧凑度有一点了啊，嗯，所以这个地方不能超，就往这个方向走，对，这个不能超，然后这个兔子尾巴不要太重啊，嗯，好，好，你们大家帮了大忙，很好很好啊，老师的好创意还是要你们的帮忙，才能够让它发光。一种人。